好，那我们开始。我现在接受的码，然后 Chief。那我们一起看看，就是现在是 Spike 的 Lucina 和 Horvath Nude 的 Lucina。Lucina 对 Lucina。其实 Spike 一直使用 Lucina。然后 Nunu 他 Harvest Nunu 他也一直用 Lucina， 还有一首 Terry， 他是刚刚换，其实啊，他还没，Harvest Nunu 是其实 Smash 4时代，到现在一直用 Lucina， 然后他 Terry 过来之后，他开始刚刚玩，所以实力上、经验上肯定 Lucina 高，但是他很喜欢全环，所以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看看现在是。评分差不多，评分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百分比。对，哦，那个时候，那么这个回场哦，被拦了，这个可能得场外拦截，无情的，对，无情的空前，没完，对，被盾上了，对。我一直觉得 Spike 的力回已经超过那个 Nunu 的那个 Lucina， 但是 Nunu 有经验，所以他切换还可以。但是对，所以在第二局之后，可能他会了解更多 Spike 的一些习惯，然后是的，是的，更好的一些对策。对，但如果全开始这样零零状态的话，可能我自己觉得 Spike 优势。啊，对，因为 Spike 他对露西娜可能现在熟练度是更强一些的。对，还有最大的问题是因为 Territory，他使用了 Territory 之后肯定手感切换上对肯定变化吧。对，不像比如说露西娜的玩家改装到马尔斯还行，对吧，还可以，但是 Terry 跟露西娜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那就不行了啊。这个又是一个手边哦，漂亮的，抢了个场面啊，差一点。哦，但是挺好，读到了。对，这个是一种经验的一个这个力量。对，哦，但是两人相差很频繁。对，现在又回到了起点。对，非常好。然后，虽然这个状态是现在露露被露露抢了场地，对，现在是不好说，现在都是要找好这个机会。其实他们很大一部分就是场内力回的一个优劣，可能就决定他们这个是胜负。然后开始守边了，是守边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现在 Spike 特别喜欢下叶的那个，Nunu 应该还可以再回来，对，还可以，对，这个时候也犹豫了一下，哇，太好了，那就现在1-0 Spike。现在 Spike 和 Harvest Nunu 还是战场，从哪儿跌倒从哪里站。对，你看这次 Nunu 有没有新的对策？那对，如果有经验可以参考的话，他可以改一下。但是因为 Lucina 对战，肯定场外等于死，感觉是虽然 Lucina 的回墙也可以，但是 Lucina 的自己回墙更强。但其实看场内力回，其实还是 Spike 稍微稍占一些优势。对，我还是觉得这样。对 ，Spike 对攻防互换。但是对，那个手边是用下叶，哦，这个很漂亮。然后一个场外拦截没有玩到，动作非常抢过场地，自己招牌动作还在。对，好用板子，但是努努自己这个板子有一点着急。哦，行业啊，这个足球会讲。再次攻防互换。好。哇，读到了，得到，这个就是他的经验，对，给他的一些帮助。是，一般的角色有可能会可能忍不住啊，一般的角色一般可能空货什么的，但是他先要读到 Spike 的回墙，回来的方向，OK， 然后抓住，后头。看 Nunu 的手边，他其实做动作很少，对，就可能 Nunu 要在手边上
稍微多做一些。对，以就是他的一个方法是一种直接读一条路的感觉。啊、对，又是带个手边，现在不换不换。对。漂亮，又是诺诺的手边，又一个硬度被顿住了。对，啊，还有一个后头，诺诺安全反啊，没有啊，我这个我两边其实都有很多博弈在里面，但是啊，这个一个做非常大的，对，非常大的宝贝，一个大的做哦，哎，又回到对第一集一样的一个剧情是。啊，这是空位漂亮啊！没有跳，没有跳哦！哇哦！对，刚才是没有跳了，所以如果对露露的选择不错，如果没有橡臂特别快的话，可能就死了啊！但是露露在力回上又稍微落了一下，对对，这个是必须得要啊！但这个啊，被戳到了。应该还能再回来，对，但是哦、没有读到，好来了，这个是一次的击呀、啊、这个有点着急啊，想多抓到哦，掩护自己回场，对，伏逼来，努努又抓到一个前头的机会、但是努努可能再需要一个哦，差一点差一点，还能啊？为什么？哇！哇又回到平手、对，一次这样。哦！麦哥永远的神！哇！非常精彩一场比赛，太精彩了。好，2-0，哎 ，Spike。